我是云南警方推荐的山茶花。我跳一个我们团的一小段舞蹈。对。哇哦！青蛙叫呱呱呱呱，两只蛙，看我怎么猜你们。嗯，尽量给我们演啊。对，就是你。不是他们。第一题，请出题。我连你们表演空间都不给你们，现在就拉帘。现在就说。好了。呱呱呱！啊，呱呱呱！三个字啊。好的，找到了。哎呀，充电宝。答对。没关系，你们两个就放弃吧。你干啥呀，刘建华？是什么啊？充电宝啊？是什么啊？充电宝啊？对啊，线。这才开始啊，问题。才不才开始，有人猜着了。天哪，他这也太快了，太快了，是吧？或者是你们太慢了？刘建华，这幼儿园的，你就在那儿气他们就行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最会的是干了。哎呀，来吧，你就是俩人配合，我喊他砸、就是。好厉害，我们组好。完事旁边有个加油的，看看卖单的，有个这个干扰的。我让你们这趴素材都不够，你看着。先演五秒钟，然后我们3、2、1抢答啊。好，来下一题，请出题。OK。你干啥呢？这俩人玩上了，这俩人。来了来了来。呱呱呱呱。好奇沙发板。好奇沙发板。没演完呢，他要演五秒再说。没演完呢，但是你们要猜吗？超级沙发板。3、2、1，超级沙发板。3、2、1，抢答！超级沙发板。我们。哎，让 Harry 猜，他猜不着。哇，你小看我，你以为我什么都看猜不出来啊？来，那如果我猜对的话呢？给你两分，给你两分。哎，我们答来。不能告诉他，就是让他自己答。你也小看我。不能告诉他。为什么大家都小看我？来猜。是什么单车？什么？共享单车。共享单车。好好好，坐下吧你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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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张红，张文，你说，冲水马桶，错了一个字。好奇沙发板，冲下马桶。好奇沙发板，冲水马桶。答对。马终于对了一题，不容易。那别坐着，那我站着吧，我觉得咱站着聪明。来，下一题。我们猜对了一道哈，那我们统计一下，没事。来，呱呱，呱呱。呱呱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他这想喊的，知道吗？哎，他这喊的。熨斗。拖走。答对。熨斗。熨斗，熨斗也是这样啊，也挺像熨斗的，东北一看就是搓澡。这个东北的同学比较熟悉、啊、一看就搓澡。哎呀，对，主要是弟弟的手法也是东北的，手法太东北了。
对。对对对，哒哒的，哎，得拍，拍，对，拍，啊。哎，站！ Okay. 来，胳膊抬下来，擦擦擦擦擦，来来，往推，来，合影。好，下一题。好，开。呱呱呱。啊？呱呱呱。阿迪扫把，阿迪扫把，阿迪扫把，阿迪扫把。来，三二一。好的，扫把。安全带。回答正确。哎，这个演得好，这演得好。谁演完？还没有演完。对对对。好，来下一题。呱呱。浇花。来，三二一，好的，三五反，好的，三五反。潘瑞先，浇水，错。好的，三五反，浇花，错。这啥？施肥，种植，成长，开花，是一个物品。花盆是一个物品。哦，啊，好的，三五反。答对，耶！搞半天演的是那个花洒，因为我们不能演太明显，得有点干扰性。嗯，干扰到他们了。拟声词能骗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骗什么骗？就好好做人得。好好做人。正能量少年啊！好了，呱呱呱呱。好，你三块板，学会这么玩，学这么玩，好烦啊你！那么快呀、啊？开始转呢，就。是，他都忘了说好，你三块板了。我不能给他们一点空间，我连你们表演空间都不给你们。现在就拉点，现在就说。可以开猜了。嗯，这个动作，地上的项目。呱呱呱呱！扫地扫花板，扫地扫花板，扫地扫花板，就我先喊的。于洋，于洋先，于洋先。啊，蚂蚁上树。答对了。我也是要猜的是这个，我猜的也是这个。你哪有就没猜出来？我猜的是，他就先让。好，来下一题。好好了，呱呱呱呱呱，呱呱呱呱呱，五个字。他这功夫了，他这功夫了。恨铁不成钢。这有点难，这有点难。你帮人讲。你再演会儿啊。辛勤的园丁，老师和学生，很接近了。学生和老师，一个职业。职业。好几三花粉。小学班主任。小学三花粉。小学班主任他都接近了。中学班主任。幼儿园老师，幼儿园老师，幼儿园老师，金花怒放组答对了。但你没喊，但你没喊。哇、哦，不能凶我们呢！哎呦，好了喊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好的，三位幼儿园老师啊，幼儿园这个个子应该差不多吧？差不多，真差不多。来。四个字啊！哦，好的，三碗粉。
名号。沉鱼落雁，沉鱼落雁。恭喜答对。哎呦，哇，你有鱼有雁啊。哇哇，谁猜对的？弟弟呀，有点文化水平啊，有。不光是光会那个啊。起的很多。哎呀，一分为二。电哦，花姐招呼了，电动窗帘。电动窗帘。哦，答对。哦，答对。好。对了，我以为是芝麻开门呢。确实有点像。超级赛文，超级赛文，超级赛文，超级赛文。名号，名号。海底捞月。错。哦，这怎么了？猴子头。猴子不是。哎呀，叫啥来着？猴子捞月。猴子捞月。回答正确，回答正确。弟弟，我跟那个沉鱼落雁有点落差。哦哦，那个电影，花地沙翁饭，那个电影啊，我哪知道啊，我哪知道啊，啊，好，个猴子电影，星球崛起。Morning。哦哦，那个电影，十个字啊，十个。花地沙翁饭，花地沙翁饭，花地沙翁饭，你好。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，七个小矮人，对，答对，答对。有他说电影，我才猜到的。好，哪个猴子电影啊？他说猴子电影，猴子电影。我说电影。白雪公主与七个猴子。谁啊？巴士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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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黄子星。两只老虎。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。错了吧？确定，一定，已经肯定。等一下，先判定一下，绝对对的。看一下两只老虎到底没什么，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尾巴。对，尾巴跟耳朵。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对的。哎，去马啊！哎，等等等等。战马，战马，这是最卑微的梦。以最卑微的梦，以最卑微的梦。好，老板，好，老板。骏马，配马，这褴褛的披风，战马，战啊，以最卑微的梦，以最卑微的梦。答对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啊，我知道了。孩子，孩子。哎，阿哥，别，一会儿，怎么开始查手机了？来来来，别查了。阿哥，别，一会儿。哎，你俩给我站起来！你对得起后面那些粉丝吗？没查，取消资格，作弊，取消资格。哎，不打。说我老实，哎呀，叫我回来。花队长们，我怀念的。等一下，怎么是这两句啊？这说我老实了。他们好像是答不出的样子。等一下，我怀念的绝对炙热，我怀念的。花队长们。我怀念的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，求我原谅，抱得我都痛。哇，你很激动，求我原谅，哒哒哒，人在循环，哒哒哒，人在循环。哦，好，第三个饭，
好的撒花饭，敞开心扉再清欢。下面还有一句，还有一句，好的撒花饭，什么敞开心扉再清欢？但是还有一句吗？越鲜活越幸福。好的撒花饭，好的撒花饭，敞开心扉再清欢，越鲜活越幸福。各位。越鲜活越幸福。哇哦，沂南最好的山真的第一，我就是你们第一名的。那个有点微绿的就是剑守清，明浩。这是最毒的那个吗？对，这是剑守清这个。这个我吃一个。很脆。你快吃，你把碗给我，我你上来尝。我不喝，给金晨老师来一碗。没事哥，他也喝不着。就是弟弟，就是薛威给哥。薛威哈，没问题。薛威给哥，给我哥薛威整点，来那么一点，必须的。哥哥给你抱拳了，没问题。抱拳了，哎，就怕他那个回去还有得喝。弟弟，说实话，好弟弟，好弟弟，可好了。你回海城，你看我咋照顾你的？你看看。回海城我照顾你，海城我家，他照顾我。你真的 OK 吗？这样？但好可爱。哎，感觉他像你变成这样的，你说变成，好奇怪。哎，你现在还能就是跳舞吗？现在还能？可以。妈呀，你太厉害了！好的，那我们题目贴一下吧。啥呀？贴上了，我看看。这也太难了，这太难了吧？太难了，词儿很难是吧？太难了，这都是两种植物的名字，花卉的名字，是花卉的名字。好了，来吧，来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哇！哎，这画面好奇怪啊，不是我说，好奇怪啊，这个。这要僵持很久哎，我觉得累了。哎，哦，公斤了，哎呀，哇，不行了，弟弟，这平时咋练的舞啊？天中花，我好像看到几个字。你们俩感觉偏中花。这个游戏有 ending 吗？这个游戏偏中花很接近了，还有两个字啊，还有两个字，有五个字提示，你们两个都有五个字。偏中花什么？哇哇哇！哇！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没看到，快点！哇哇哇！哇！哇！ Breaking！ 三、二、一，撞！好，真的看不到。好累啊！这是个放风的游戏啊！起来点！啊！啊！太厉害了！布特斯拉，天空花什么？不是你看着都记不住。杨迪，直起腰来。唐古特。哦，你快了。唐古特边中花边香，答对，明浩答对，恭喜好事花生组得一分。边中花报喜啊！啊，边中花报春，啊！我自己可以打包啊，会打包的就自己打。
弟行啊，弟弟，在婚庆干过，干过一条龙，一条龙，弟弟，我爸是一条龙，干一条龙。弟弟的婚庆干过，弟弟一条龙，一条龙。哎，为什么他的那么好看啊？你也送给我来。不了，不了，不了，他说不了。我的是以粉玫瑰为主，然后配了一些白色的花，还有满天星，完全手工制作。行了，挺好。喂，看见我了吗？我跟皇子现在在露台。这里的人很少哦。我现在真不知道在干嘛。就是这样吗？我就在等待别人抱我是吗？你就自己去抱别人吧。我不可以啊，是别人来抱我呀。感觉他比他本人更矮耶，这个人哦，好矮呀。明浩的第二人格是拍手声。走，换装。熊在哪儿？我现在就要换。你就活泼一点吧。这样吗？可以给飞吻，飞吻。啊！对，这样活泼很多。有小朋友了。你好，谢谢。哇，有很多人去找你啊。小朋友，哎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天哪，好多人来抱我，特别有魅力。哦，皇子来了。哇，你小心啊，明浩，你小心。为什么？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哎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上一次拥抱是什么时候呀？记不得。记不得吗？你上一次拥抱是什么时候？记不得了。你记不得了？每个人都有心中的痛苦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疲惫，但是也可以在生活中偶尔给自己一朵美丽的花，献给自己，也可以献给爱的人。